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三角洲行动主线任务淘金狂潮全攻略教程。地图难度，选择一个能够发挥优势的战场。受伤了吗？我来帮你。窗帘了，哈弗克列车已经停靠在车站，搜寻
人，小心主兵。很好，消灭高价值目标，然后获取行动奖励。你们已经完成了行动目标，咱们可以从这儿撤离。
接应已出发，到撤离点等待撤离。还有10秒，准备撤出。确认包裹上路。